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aren CC， 我要来接受 L 的即兴哼歌大挑战 ，Let's go。安静辞职，嗯，有感觉。然后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也是一个游戏啊。OK OK。想到这个，小时候我有玩那个一个游戏机 Game Boy， 我超爱。然后那时候是真的有迷过《流星花园》，我还有买那种贴纸，会贴在我的日记上面。这个。刚起床，星巴克，再加一个 J 项。16岁的我，才刚刚起床，买了一杯星巴克，遇到了 J 项 ，BBQ 了，他是个躺平族，大可不必，步步高升不可能。Oh J 项。精神坐在马桶上，耶，马桶上安静辞职的他，却才刚起床。耶，第二首要写什么呢？可以来一点 rap。1, 2, 3, 4，我的外婆骑着马想去洛杉矶。遇到了一个流星雨，掉在花园里。我的外婆骑着马想去洛杉矶，遇到了一个流星雨，掉在了花园里。Yeah， 最后一个我要来挑战这些没有说过的词。广东炒面，广东炒面，百事可乐。百事可乐，梅花梅花，几月开？梅花梅花，几月开？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OK， yeah， 挑战成功。Thank you， 然后 I love you， 健康，希望你每天开心。That's it，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